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今天的 HTV 我是 Phoebe， 他是 Josh， 我们是 PNJ。 我是 Phoebe， 我是 Josh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 HTV。 今天让我们来介绍一位特别的嘉宾，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在我中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听闻过他精湛的翻译。让我们以掌声、欢呼声、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露露姐。 The power to rule, the key to immortality. Prepare the army and the weapons. I've been having these strange dreams. I was being chased by these gigantic beasts. But the warlords, they saved my life, you know? Revelation 将会在这来临的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跟星期天，总共有四场的舞台剧。是的，所以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，在这四天的聚会呢，都不会有会前祷告会。不过，大家还是要准时出席哦。而星期天华文和英文将会联合聚会，所以记得带你身边的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、阿公阿嬷，全部都带来。 在下个星期天早上10点，我们的儿童教会将会有一个复活节的特别聚会，所有3到12岁的小朋友都欢迎你们来参加。没错，到时候将会有一系列好玩的游戏和精美的礼物要送给所有的小朋友，所以记得带你身边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吧。 哎，慧颖，下个月就是母亲节，可是我还想不到该送什么给我母亲。简单啦，你只需要为你的妈妈煮一道美味的菜肴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啊，煮菜呀，煮水我就会，不会煮菜。真没用，至少我还会煮北面。但请放心，本月的14跟28号，城市关怀社将会举办一个烹饪班。 报名费只需100令吉，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只需50令吉。啊，真的吗？才50令吉？那我等一下就要赶快报名参加。现在你只需要在瑞书房预购 Chromebook Revelation 的 DVD， 你就可以获得精美的限量版海报1张，存货有限，要买就趁早哦！快点 ，Josh， 很多人，快点！ 最后，你们可以在城市丰收教会的网页上查看最新的消息，还有我们的面子书以及推特来加入我们。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聚会时间，我们下一周见，拜拜。